一般我们家长写的字，他看两字就会有模有样的学着写起来。他目前常用的汉字几百个都能认识，可能育儿方块字也是当做一种趣味玩具游戏吧。就是他特有兴趣认字写字，有几次儿子起床尿尿完竟然要念书法，不让他写，他自己拿笔拿纸念上了。对于孩子，我们也是无为而治，顺其自然比较多。他爱好也不抹杀，但是还是要看他长大以后有没有书法这方面勤奋努力吧。我觉得任何人不努力勤奋的话，只有天赋的话也走不远。